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辣鸡教所，我是露奈，我是贾科。今天是12月30号，对，其实2021年快过完了呢，好可怕。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啊，我们今天来这个嘛？哦，我们今天哦，就是除了要口头跟大家拜早年之外呢，我们用实际行动带大家一起去拜早年，因为呢，明年就是虎年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个非常可爱的老虎哦，它就是这个。这个胖虎，好可爱啊，好圆哦，但它好眼熟哦。对，它就是之前在赖天图上排行榜第一名的那一只，我不是胖虎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带大家看福尔马胖虎的快闪旗舰店，超喜欢这只的，真的，我们都要进去。你进来就会看到这只气扑扑的老虎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它生起来都那么可爱。我跟你说，虽然你现在叫它胖虎，可是它其实名字啊，并不是真的叫胖虎。那它叫什么？有写吗？我跟你说，它的这个背景设定是这样子的：它是一只生长在动物园的东北虎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很帅气的外文名字，名叫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。是的，可是你知道它这个名字叫什么吗？赵铁柱。为什么差太多吧？是不是那么反差，对不对？赵铁柱就跟这一只胖虎一样，它虽然是一只很写实的老虎，可是你不觉得他们就把那种猫科那种很不爽，然后可是看起来又很可爱的那种风格给做出来，就是那种厌世猫猫，就是那种很反差、很可爱的萌萌感。这里背板也有东西，虽然被挡住了，虽然被挡住了，虽然被挡住了，可是这里有一只，这里，你看，好厌世哦，好可爱。这是小咪咪的胖虎，对，刚刚那个气扑扑感觉很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招牌系列吗？没错，我跟你说，听说这个是这一次旗舰店限定的那个汽油胖虎，然后它好像身高有快250公分，然后这一次好像是为了这个虎年应景的招牌系列的胖虎，那我们来跟他拍个照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要拿了会有好运的，那我要有钱的。现在是血拼的时间到了，可以，新年来了，开始，抱枕，对，这个是抱枕，然后那边好像也还有抱枕，我们可以看，哇 ，rich， 拿了这个就会有钱，然后这里还有个生气款，生气款的，我记得有一个，这里，好舒服，有点舒服，对，有点舒服哎，那我也要一个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抱枕抱起来很舒服哎。是真的，手感很好，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舒服。这有衣服哎，这个衣服也很可爱哎。它是，你看，它在吃热狗，然后热狗滑下去了。就这件，你看，它质感蛮好的，它里面是铺棉的，质感还不错。我觉得这包包也好可爱哦。完了，有人在那个购物在搞起来，完蛋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大家放这个最大的压轴，看起来就是这个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可以玩乐又可以抽奖的胖虎财神好运灯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你看这里是它的那个奖品区，有没有超多种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好运守则，看它这边写了300元，然后就可以就是抽一次嘛，然后呢，第二步骤是你双手合十。心中默念好运到，然后再按一下好运按钮。好了，我们要双手合十，双手合十，心中默念好运到，还不心中默念的。好，可以了，你按，一二锤，太大力了，擦！你听这个机台音效，好怀念哦，像以前那个机台的声音。没错 ，A 掌那个灯，H 也不错啦 ，H 是白T哦，是白T耶。其实这里面每个东西都很好啊，我觉得，反正你300块一定会有东西啊，这人人都有奖，我觉得很棒。好，我们抽拿着 H 赏耶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带大家逛完了这次我不是胖虎的快闪旗舰店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疗愈到，至少被疗愈到了。是，没错，我也是，我这个虎年。
一定会非常的幸运。那如果你看完我们的影片，也想要来这里参观的话呢，这边给大家一个展场资讯，耶，供大家参考。对，因为它过年期间有开放啊，就大家可以来走走这样子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好，我是